然后让远拿出来一根这个羊后腿，现在把这个羊后腿肉剔出来，一会儿烤一个红柳大串。羊腿肉切起来还挺大的啊，这个大概有一个5斤左右吧，切下来一半，切下来这口只用一半，把剩下的这半拉的还冻起来，把这羊肉呢去洗一下去，因为它这表面呢不是很干净，拿水冲洗一下。里边放点洋葱，还有这个香菜，把这个大肉块提前腌一下。里边加入一个鸡蛋，来点味达美酱油，再来点胡椒粉，加入点孜然粒，再来点盐，让它入个底味，把它抓匀。签子了，有几个是用过的，有的地方都烤糊了，把这个糊的地方刮一下。这羊肉已经腌制了半个小时了，现在开始穿这个串串，这一个上边大概有个4-5块就行了。啊，对的，一共呢是穿了18串，每个上边有4个了，有5个了。这上面再撒点盐，拿底儿，好，那听听，那够一个了，给爸爸下桌，过来。你这样烧口脚，这肯定要闻见肉味儿了。
这么点狗还无味。哎，这超无味。我平时买肉都然后配点那个冬粉。嗯。哎。这也好了。嗯。都吃这里。我家上边有啊。嗯。他左院。老弟啊。那也是。你上车吧。你上车我不给你挑。大串都比小串肠好吃。嗯，好吃完了。你们还刚怎么成那点儿来着？大。数九还多。我昨晚真能吃三串。我经常吃这个。还真吃不出来什么是牛肉，什么是羊肉，什么是猪。吃出来了，干嘛？是羊肉好吃出来了，是吧？嗯，还得多明显。来，当时又找找靠北京火一点东西了。五串，两串，两串，那都咬完那么两口。